带希望来看看雪啊，散散心。24年的第一场雪。熊，呦，你走得快了，熊，慢点走，慢点走，滑倒了。过来，你给他按个脚印儿。Yeah. 好看吗，熊？熊，好看吗？好玩吧，熊？好看吧？好看吧？一下全部都变样了，是不是？一夜之间都变白了，是吧？都变白了。行啊，这了这了，又不多了，困了，又困了，行啊，又困了。回去看，一个小抓印子。快跑起来了，感觉。对啊。看不出来有再去等那那个迹象。第一次手术完之后，本来以为好了，是吧？对，但是没想到手术过后也就3个来月。太快了，真是长起来了。但是检查完，在这边也做了那个送检嘛，查的它也是一个恶性肿瘤。后面的话，到这个恶性肿瘤之后。我实在是听到他的这个检查结果之后，心瞬间就凉半截。恶性的话，毕竟说实在，你像人得了这个肿瘤的话，有很多直接就放弃了。但是呢，狗狗的它的这一个承受能力吧，总的来说要比人强一点。
然后呢，咱们现在也咨询了那个中医那个大夫，那个主任，中医主任，他说了，就是说可以配合着中药去给他去治疗，到时候做化疗的时候看看我们用什么药，嗯，配合着用，然后对方抵抗提升一下他的抵抗力。希望这个很聪明，我觉得可能自己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懂，嗯，只是不会说话而已。聪明懂事还这么可爱，很乖。嗯，你别看他这会儿笑嘻嘻的，其实我感觉他心里边都懂，他自己的情况他也知道，心里很明白。嗯，但在咱身边他就是一直那种笑嘻嘻的呀，嗯，对，不想让咱担心，是吧，熊啊？这么懂事的一个狗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康，然后我们希望的那个检查结果呢也出来了，它的一个肿瘤的性质呢是一个恶性的肿瘤，然后经过我们哥几个去商量呢，就是不打算去给他做手术了，因为他这个手术的风险性很大，因为要切掉二分之一还要多嘛，二分之一要多的一个下颌骨，然后大夫也给他们讲了，就是他上了那个手术台之后啊，因为这个手术也是比较大的，有一定的可能性他下不了手术台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就算下了手术台，他一个术后的一个恢复，也是可能也扛不过去啊。虽然不会做手术呢，但是我们会继续给他，就是用化疗的方式，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保守的治疗吧，用化疗药物嘛，去给他去治疗。毕竟咱们说实在的。小边也发生了很多的奇迹啊，像重生、石榴，我们也希望在希望的身上能够再一次的看到奇迹。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建议，也可以联系我们，我们呢也会去尝试。